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杨梅老师音乐随手拍的频道。今天是6月19号，我终于毕业了。但是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毕业典礼，只能改线上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要唱一首跟毕业有关的歌曲《启程》送给大家，希望祝福全高三的同学们能够毕业快乐，鹏程万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萧瑟飘远，闪耀着明天。快乐，未来能够顺顺利利，都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